周迅被曝大瓜。5月4日，周迅突然登顶热搜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一次周迅又被八卦媒体爆出了感情大瓜。据悉，这次是跟乐队吉他手卓越。视频中男方对女方的亲密接触，让网友觉得他俩的关系肯定不一般。当时周迅和男友都穿得很是低调，担心会被人发现，不过从视频中可以看出周迅的皮肤保养得很好。不得不说，周迅与卓越感情相当的好，两人回去路上还搭肩搂腰的，不愧是恋爱中的情侣。之后更是因小女孩的姿势不对而上前指导。热心肠的周迅则一边叩拜，一边给小女孩解说其中的道理，小女孩也是听得很认真。从画面来看，周迅表现得很用心，更是全神贯注。画面曝光之后，网友们都纷纷表示羡慕周迅的状态，虽然周迅的样貌未曾改变，但就像网友所说的，像个永葆青春的小女孩。关于周迅，你有什么印象深入的角色吗？关于她的感情生活，你有什么想聊的吗？在评论区留下回复吧。